接下来我们欢迎南湖高中的表演，下一所表演学校敦化国中，请准备。南湖一队于民国102年正式成军，至今仅仅只有3个年头。虽然没有多年的历史与传统，但凭借着师长与一队同学们的努力，终于在暌违2年后再次获邀参加此次北市乐仪起舞观摩表演盛会。南湖一队秉持创新求变、守纪律、重荣誉的精神，并以一日南湖人、终身南湖人，一日南宜人、终身南宜魂为使命，受邀在各项场合公开参加演出，争取学校校誉，俨然已是南湖高中的新亮点。南湖一队枪法以空军一队基本枪法为基础，枪法风格强调迅捷灵敏、机巧多变。本次演出不仅将呈现出精湛整齐的基本枪法与队形走位，更透过不同风格的乐曲，呈现出变化莫测且难度更高的特技枪法，展现同学们平日勤训精练的成果。最后，希望大家能多认识南湖一队，也多为一队同学们加油打气，支持南湖一队。Thank you.